嘿咻嘿咻拔萝卜，嘿咻嘿咻拔萝卜。嗨，我是Pola。嗨，我是依依。上次呢，我们来这边体验了拔生菜。对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来体验不一样的，我们要来拔红萝卜。哇，红萝卜应该在土里面吧？应该吧。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拔那个白萝卜一样，就是要这样。看以前看卡通都是这样，很要很痛苦。对。喜欢吃红萝卜的动物应该就是兔子，没错，眼睛会变好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兔子它不看不到，对，而且它不能吃太多，对，它不能吃太多。好，我们来去找萝卜吧。我是萝卜小队，红萝卜小队出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想要当农家的女儿吗？不错哦，因为我刚刚看到，想要吃菜的时候就可以来拔，赞呢！而且你可以确保没有撒农药，因为这是自己家种，而且农家的女儿应该是不用自己种，就回来偷爸爸的菜的。这好可怕哦！小心哦！我看真的很可怕哎，好怕掉下去！哇，哎，红萝卜真的在菜市场买的时候就会玩这个草哎。这个很大掌，这个感觉很粗，要咬一咬吗？这真的不用任何的道具吗？还要道具？完蛋了，那怎么办？摇一摇再拔起来。可是我看到它有一半烤起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不行，这个这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先试试看，先把它全部。这个呢？你那现在。哎，这个我要拔起来喽！先这样摇一摇，耶，完成，好可爱呀！看下面，好，红萝卜好小，好小，它很像，其实是还没长大，我们太早给它弄起来。请问这长大了吗？安内刚也在家，萝卜可以吃。你怎么一下就拔起来了？好厉害哦！好哇，好可爱哦，好想吃哦，好新鲜哦。对，直接。真的很像兔子爱吃的样。哇 ，Pola 就像我这边我有看到了，这边有一颗，但是它感觉，这好像在开奖哦。我今天开到奖是这个，不是很健康。等一下，上面很大，下面怎么突然变小？太热了。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！我是拔的，这种的，气死我！这边，哇，好可爱啊！真的好可爱啊！好像人生这边好像他的手手哦，对，这边有他的手手，好好新鲜哦！过年到现在总共是两个月时间。哎，很快耶，两个月就可以种出红萝卜，你就可以吃了哎。对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去洗红萝卜，把它上面的泥土洗掉、洗干净，就可以带回家喽。它真是大丰收，没错，满满一桶。哇，蛮重的。我先，以前是不是要这样？小心，小心，真的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太强了吧！好干净哦，刚刚从土里面出来的，洗一洗之后呢，就可以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没有那个施肥的味道吗？没有阿公的味道，没有土的味道了。它有三条腿哦。对，这个好特别，它有三只，这个好酷哦！真的下半身一模一样，而且它是大腿到小腿哦。这个毛斑把它去掉，怎么长得那么逗趣？你这个好丑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红萝卜里的丑八怪啊！完蛋，我有点霸凌。你霸凌？你为什么要霸凌？怎么可以讲人家丑八怪？不可以说你别人丑八怪，人家说你长得很特别。如果你班上有一个丑八怪，你会怎么
怎么做？你会怎么讲？我不会讲话，我不要看他，没有啦。那如果搬运的同学说你是丑八怪，你最丑，你才丑，生气。你的话，如果有人这样讲你的话，你就说你才丑，对啊，你才讨人厌，嘴巴讨人厌，反驳回去，就说嘴巴这么臭，人会漂亮到哪里？对啊，我们要智慧回答。对，我们想一个有智慧回答。然后有点，他说我差不多跟莹莹这样漂亮而已。但是你嘴好臭，美女的嘴臭。我嘴巴臭，但你丑。嗯，但是你好臭。你丑。你可以不要讲话吗？臭。你丑。你可以不要讲话吗？你臭。我是在扮演霸凌的人，霸凌的人就是这样子啊。空气污染。好臭，好臭。我们不跟他，不要跟一般见识。对，不要跟那种哇，我们拔好多、哦。对啊。人家拔的都是红萝卜，你们卖的都是人参。对啊，我们卖的只是这个比较正常。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。如果有一只虫，等一下虫里面跑出来，我会吓疯，我觉得这辈子更讨厌吃红萝卜。你根本就很讨厌，不会吃它的。更感觉像拔应该会蛮甜的吧？对啊，而且他们说这个是比较幼，就是幼哎、欸，对，比较年轻的。欢迎大哥来尝尝我们现拔的红萝卜。哎，怎么了？不够脆吗？怎么样？跟我们平常在吃生菜多了一个味道。什么味道？鲜味。真的假的？好想吃看看。就是红萝卜，好像这才是红萝卜的味道哎，好特别哦。有甜味吗？嗯。你吃看看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我是很少生吃红萝卜的。应该有过吗？哎、欸，你好像一只兔子哦。他刚面向我，好像是兔子哦。怎么样？这你可以接受吗？可以耶。它跟煮熟了不太一样哎，是水果。嗯，它这个感觉就是一颗清甜的红萝卜水果。红萝卜水果，对，真的。你说它叫苹果吗？也不为过，那它就硬一点的苹果。啊就是有鲜甜味、欸，我有吓到哎、欸！第一次吃到有一种叫做红萝卜味的香气，对，我吓到哎、欸，好好吃哦、喔，很甜哎、欸！这就是我们今天采红萝卜的体验啦。如果你们家有种什么菜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可能会去采哦、喔，好想去采哦、喔。比如说苹果，或是水蜜桃，好啦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单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